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基隆市政府运用了科技在我们的交通上面，让民众可以行得更安全，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为您邀请到两位非常重要的来宾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处长苏先知，苏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警察局交通队的副队长吴志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座好。现在呢，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因为基隆市呢长期以来是有停车的问题，但是基隆市政府可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在解决停车这一块上面。先带大家来看的是已经超过20年的民传立体停车场，各项设施老旧，市政府就编列了1165万元进行全面修缮。车辆要进入机械停车塔里停放，总是战战兢兢。这也是基隆市民传立体停车场，3个塔体共有120个停车位。不过，因为停车与机电设施老旧，停车率只有60%，根本不敷使用。民传国中停车塔呢，是我们仁爱区刘民传路非常重要的一个停车空间。那过去20年来，因为已经设施过于老旧，所以我们居民的使用率不高，只有60%。那我们在2年前的这个市政总质询，要求市长用校园环境改善计划来改善我们这个整个周边的环境，包含校园。那我们现在民传国中的教学大楼已经正在更新中，那风雨球场也已经完成。好，那我们现在最后一步是停车塔，我们希望交通处可以好好的规划，让我们的停车空间符合现代车子的需求，包含休旅车也要停得进去。那外观呢，漏水也要处理好。在地方一再反映与当地市议员争取下，基隆市政府计划编列1165万元进行全面修缮，包括塔体防漏、升降主变频器、钢索及主电器、动力控制盘等机电设备。市府编列约1100万的经费来进行整体的整修，那整修的项目包含外观的防水，以及内部机电电控，以及停车塔内一些必要设备的做更新。那因为这个停车场也从启用以来已经用了约20余年，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机电设备都已经达到了这个汰换的基准，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有特别编列的预算，那也希望能够在修缮后能够持续服务这个周遭的里民跟更多居民的停车的需求。对于这一座立体停车场终于要进行修缮，当地里长都相当开心，也对修缮方向提出建议。也非常感谢哈，同意做哈，大家就起舞在哈团队哈来关心就民传停车塔了。我们希望说这个民传停车塔能够发挥更好的效率啊，能够赶快修复。因为它现在会车位会稍微调高，因为9人座都不能进来。那希望能够再改变一个方案，能够刚刚听他们专业人员讲说，可以什么拆一层起来，然后就可以再怎么样的重建哈、改进，就可以增加那个9人座的。这样子的话，相对的我们这居民有9人座的车也可以进来。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停车管理科科长张以正表示，民传立体停车场修缮工程预计最快在农历年后大约3月左右发包动工，将采主塔修复方式进行，以维持基本停车量，希望能够赶在今年底完工，以提供地方民众崭新又安全的停车服务。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刘民传路那一带的停车问题。这个停车塔立体停车场，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处长，目前的进度又是为何呢？是，我想民传立体停车场它这个真的使用很久了，那有些的机械设备的话，大概厂商也就停产，所以必须要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汰换。那这次也特别议会有这样的一个支持，那我们目前也在请这个专业厂商在做一个设计的部分。那希望能够在下半年顺利的发包，然后来执行，做一个崭新的一个服务。是，就是这样融入这样智慧的科技在里面，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跟享受到这样的停车方式。那当然，我们在标志标线上，我们交通处也做了非常大幅度的跃动。让人本交通计划更能够让民众来舒适的享用，要请教处长。好，那也很高兴哈，在趁这个机会的时候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一几年哈，在交通设施的一个改进。那先前的话，包括
所谓的缩小控制器，然后让人行的空间、人行道的空间哦，这个更宽敞，以及我们把这个行人灯从过去的20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然后增加到30公分，然后让民众的辨识度更高以外呢，我想可以看到我现在今天也特别带了一个图示哈，那这个可以看得到是我们火车站附近，火车站附近这个是未来的城际转运站的地方。那假设各位在港西街这一带的话，哦，港西街是我们这个国道的客运的一个上下车站。那现在去看，其实可以看得到，在阳明海洋馆跟我们港西街这中间的时候，我们增设的一个绿底的一个行人穿越道，然后增强它的一个行穿的一个辨识性。另外，港西街本来在等国道的这个空间，基本上它是没有人行道的，哦，没有人行道。那除了骑楼以外，那我们也完成了所谓的标线型的人行道，大概有2.5米的一个宽度。那行人未来从国门广场，然后一直到城际转运站，一直到北站口的这一带的一个人行空间会大幅的一个提升。我想这个的部分都是我们在交通设施可以促进安全或者是人本的一个角度的话，一直持续努力的一个方向。是，这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倡导的人本交通，回到人在使用道路上这一项措施。那当然接下来的城市博览会，那都让大家看到基隆不一样的一面。而说到这个智慧交通，把这个智慧科技融入交通方面，基隆市政府也是有很强烈的规划，像在停车管理啊、交通路网、号志控制及公开资讯等都有不错的成效。最近呢还整合了一个平台，非常强大。好，那个也很高兴哈，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哈。那目前呢，我们交通处也完成了一个基隆市的即时交通资讯网的一个服务，那已经提供上线的服务。那我前面的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提供网页的哈。那大家可以上去，只要打中文“基隆市即时交通资讯网”也可以查得到，然后或者是用打这个英文 e-traffic 哦点。klcg.gov.tw 也可以搜寻得到哈。那这个平台基本上它是提供一个人本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可以看，例如说我现在是要来录影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借由这个平台，我们到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希望了解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态嘛。那我们现在停车啊。对对对，我们最常用的大概是用 Google， 然后看一下路况有没有拥塞之类的。那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哈，也结合了这些的功能，各位可以看得到。好强大的功能。我简单的介绍，让市民朋友了解。然后，例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哎，我对于目前哈，这个路况的一个资讯，然后预估的时间，都可以在这边搜寻得到，因为我们有借接高速公路的相关资料。还有我，既然我到了我们这个电台这边过来，在七堵区。七堵区的崇孝街这一带，那我可以搜寻它的停车场的地方。来 ，P 的地方就 P 的地方，它是哇，好多个停车场哦。我打开哦，有这个是哦，剩余的车位，崇孝街停车场剩余车位目前有109席，那我就很放心，我就开车过来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路况。好，好，我们就简单来看我们市区，基本上我们这个连接的非常多的路口的资讯哈。路口监视器。对，好，这个是火车站前面哈，校一中一路口。哇、wow、对，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目前的一个路况。那借由这个路况，提供市民可以了解这个资讯。那也一方面呢，像我们交通处，我们就会借由这样路况来了解，道路的一个特性啊，或者是哪边会拥塞啊，那它的状况是如何等等之类的，那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上它还有很多的功能。那我们也借接了高速公路局或者是公路总局的相关的资讯，那都借由这个平台来服务。那包括天气哦，气候的状态也有在这里面。那是非常要看八斗子现在有没有下雨，现在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这个部分哦，对，那这个我们希望民众可以多加的一个利用，那也提供我们市民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是，
是，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要跑那个车祸现场，哎，现在不用，我们在这边看就可以看得到，因为真的非常的清楚，就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整合了即时交通平台，把很多的内容都在一起，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这也是我们智慧科技很大的魅力哦。而说到智慧交通，一定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调拨车道实行成果。交通队是利用空拍机掌握了即时的路况，来观察车流量当时的状况，研判是不是可以启动调拨车道。一块来看看。公路总局出动人员穿梭在车道中，沿路摆放交通锥。这里是基金二三路要道，是通往金山万里的联络道，但每逢假日就会出现车潮。上一回228连假首次示范弹性调拨车道，由于成效良好，警察局近日邀请了公路总局进行事前的演练，将在清明连假4月2号到5号在台62快速道路出口到玉龙仓储前实施弹性的调拨车道。上次的228连假，根据我们的统计，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从我们那个万里到我们基金一二路的出口这边，以前啊，如果塞车的时候，可能开40到50分钟，哦，甚至更久。那上次我们调拨的时候，甚至有可以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完一个正常的速度啦。那所以说我们调拨在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效果是还不错的，所以我们会用上一次的经验来做这一次调拨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哦，一定车流比要达到3:1左右，我们才做一个有效的调拨，以有利那个各位驾驶人的行车速度这样子。因应扫墓人潮，警察局已经在上周26号再度启动弹性调拨车道，小时之后确实能够有效疏解车流量。我们基隆是蛮特殊的一个地方，很多我们基隆的民众他们的那个祖先都放在我们金山万里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清明的四天连假跟清明的前一个礼拜，预计会有非常多的民众往金山万里去做扫墓，所以我们这次调拨不一定会在下午的4点到8点，我们会配合民众扫墓的时间，我们会来看当地的那个车流量的状况来做一个弹性的调拨。另外，民众遇到我们调拨，一定要配合我们警方的一个指示。我们在一些路口会把它封闭起来，禁止左转，禁止回转。那你不用担心，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左转回转的。过一个路口到两个路口往前的话，我们远景会给你做一个指引的一个动作。所以请各位民众，如果遇到调拨的话，务必配合我们警察的现场的疏导。最主要调拨车道还是要由警方这一边协助引导，因为引导这样才有办法，就是让车流更顺畅。因为其实在这边基隆市这里算是第一个啦，那第一个的话，示范可能就怕用路人比较不习惯，所以警方这一边也是试着去就是示范啦。其实最主要就是真的就是示范，然后可能作为未来看有没有什么考虑。清明连假出游扫墓，提醒驾驶人避开车流时段，遇上弹性调拨车道，请依照警方的指示行驶。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基金一二三路很容易塞车的路段。现在有了这个空拍机，然后就启用了这个调拨车道。接下来请教我们的志全，还有基隆哪些地方是一样很容易塞车呢？时段又在哪里？我们基隆市最容易塞车，当然是我们假日啊。假日的庙口周边市区这边是最容易塞车的。那我们这次利用调拨车道的机会来试验我们空拍机对于市区交通一个观察，然后再做一些及时的疏导，其实是有它的作用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金路段那边是22车道，要把它变调拨要变31车道，那这个状况之下，它的车流比一定要在3:1左右，至少要2:1到3:1左右，它才不会影响到我们市区要往万里的车流。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些科技的进步，我们就用科技的东西来逐步会来做一些应用到我们刚刚讲的市区庙口周边，甚至到时候和平岛的管制，或者是我们市区有比较重大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拿来用。因为其实现在这一个平台就可以用，对，也可以点进去看就好了。对，但是因为它是刚我们可以从影片看，它是从高空拍出来的。我们刚刚平台看的是一个路口，它是往上面伸，它是可以看到一个很广的一个状况。你只要没有遮蔽物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蛮好利用的一个工具。我们这次试验，因为从228连假到这次清明连假，我们觉得其实效果是不错的，我们未来会利用在我们基隆的重大的庆典、重大的活动，甚至施工啊，还是一些相关的东西来做我们以后交通疏导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是，就是要运用这些工具来辅助我们的交通，让行车更顺畅，而运用在科技交通上，让民众可以更安全、更快速的回家。而说到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哦，不然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要带大家来看一看快速道路上的自撞车祸意外。隧道口白色小轿车旁，消防队员赶紧帮女子进行 CPR， 但情况似乎不乐观。轿车车头全毁，已经看不到引擎，车内安全气囊全都爆开，轿车车头灯喷飞十公尺远，零件则是散落一地。从那里都没有刹车和低，一路这样撞就对了。地面上留下二十公尺的胎痕，几乎看不到刹车痕迹。事发在八号下午1:40，万瑞快速道路东向5.2公里马南隧道前，一辆租任小轿车意外撞上内车道的隧道口石柱，消防队出动了16人、4台救护车，陆续将3名女子送医急救。而88年次的林姓驾驶一度受困车内，救护人员将他救出时呈现欧卡。在本市的台62线，西向东5.7公里处，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死亡事故，88年次的林姓女子从金山方向要往那个九份方向去玩的路上，在5.7公里处自撞路边，现场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经过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治。那经查，他们车上总共有4位都是高中同学，听其他车上说是要到九份去做游玩这个动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晓得肇事因素是什么，就自己撞到那个路边的护栏去了。那死者就是驾驶吗？对，死者就是驾驶。然后那当场我们警方还没到场的时候，那个林姓女子是卡在那个车里面，是带那个消防队到才把那个林姓女子从车里面把她救出来，但是林姓女子在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隧道前方100公尺刚好是一个弯道，由于租赁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起车祸，警方还要再进一步调查厘清。哇，可以看到我们的62快速道路上的车祸真的很恐怖，其实也3不5时会听到这里会发生车祸。我们要请教职权，是不是有哪些路段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其实我们它的限速是80啦，那大部分会在那边。最常发生的就是我们大车货柜车的车祸，因为大车货柜车它可能载运货物不稳妥，在前后节你若一到转弯的时候，整个很容易翻覆。然后我们台62线接台62甲那个要往孝东路那一个匝道，也是经常有翻车。还有我们东海街要下东台62甲下东海街那边，也经常会有那个大货车的翻覆，甚至在前2年有一个大货车甚至要压到一个自小客车，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呢，我们警察局为了杜绝这种状况，在前年已经装好了区间测速，然后因为之前陆陆续有些问题，那于是在我们今年的4月1号正式有在做启用。这种种的东西都是要呼吁我们的驾驶人不要有超速的行为。因为刚刚我们在 VCR 里面看到这个他们彰化，这是彰化4个高中生上来玩的这个车祸呢，其实我们那边是个小弯道，没有太弯。我们在研判这个部分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路况不熟？因为毕竟台62那边是要往那个万里或者是往瑞芳那边，有的那边只是经过而已，并不是我们基隆人对那边的路况可能没有那么熟，甚至有没有可能是有没有其他疲劳驾驶还是其他的状况在造成的？这当然是最后要检察官去厘清。但是我们要呼吁我们的驾驶人，那个路段因为它的车速比较快，而且因为它当初是凿山建的嘛，所以势必会有一些弯道，而且会有高高低低的出现。所以我们驾驶在行经那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相关的速线，然后随时保持精神良好，因为那边的速度快，你只要一个晃神，那个速度80到100一撞出去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伤亡出现。对，所以开车真的要全神贯注。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市区道路如果很笔直的话，那更要全神贯注，要带大家来看一点都不光明的光明路。笔直的马路上，机车快速奔驰，但来到路口，突然拍到机车和汽车发生冲撞。再看一次，轿车疑似要左转，和直行的车辆发生了擦撞，骑士当场倒地，送医急救。根据民众提供的监视录影带，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摩托车是直行，那我们自小客车是转弯。
在那个路口是有左转保护石像的，所以我们的汽车应该是直行箭头绿的时候左转，是属于位一号字转弯的一个行为，而在这个部分是要负担相当大的造责。我们在很多转弯的路口，我们都可以看到有那种保护石像，绿灯会先亮或者是有箭头的绿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依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像这样的惊险画面其实在这里经常上演，邻居住户看了胆战心惊。事故发生在基隆七堵光明路和明德一路交叉路口，但光明路根本一点都不光明。不，这个路口听说车祸很多。对，真的很多，都是大家都不小心啊。是抢快还是不小心？有的是抢快，有的是故意的不小心。德一光明那个路口，那边车流量相当的大，而且那边是没有进行大型车的。其实，在车流量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我们身边车辆的安全的距离跟间隔，还有号志的时向变换，不然很容易造成非常大的伤亡。因为光明路相当笔直，车辆从两侧过来，车速都很快。原先狭窄道路拓宽之后，没想到变成容易出车祸。提醒驾驶人小心驾驶，以免危害自己及他人的安全。真的要小心再小心哦！不管路到底是多弯多笔直，就是要全神贯注，速度也不要太快。那我们就要请教志全了，就是基隆的这几年来的那个交通事故率，跟全台湾的比起来，是不是略高呢？还是呢，它的是不是比疫情数还要再高呢？其实我们跟全国各县市在做比较，我们的事故死亡率跟发生率并不是最高，甚至算比较好的部分。跟像花莲、台东那种小乡下什么的，我们跟六都比起来，大概是在大概2-3名左右，就是好的2-3名左右。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车祸，以我们基隆的状况，最多是行人，尤其是老人的行人是最多的。我们因为我们老人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是算比较高一点，所以在这个部分，像前年跟去年来比较的话，去年有8件行人的车祸，里面有7件是老人家，就老人过马路，不管是没有遵守标志标线号志的规则过马路，像老人闯红灯啦，或者是任意跨越双黄线这种的，有7件。那有1件是他很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民众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有计程车司机在行人穿越道，我没有注意到老人家就把他撞下去。这种大概是我们基隆的特性，因为我们基隆单行道多，然后走路人也多，然后老人也多，所以我们基隆的那个车祸的比例在这个部分其实是算蛮多的。那在疫情期间的话，其实我各县市的比较，像最近这波疫情又起来，我们今天到现在大概第6件车祸而已。如果说在一般来说的话，白天上下班晚时间晚可能都有10-20件以上了。所以在疫情期间，各县市的车祸都是相对减少的。但是它车祸会比较严重的发生在第一个酒后驾车，因为大家觉得酒后驾车，啊，现在不是不能出去吃饭，所以有人会闷在家里自己喝。像去年就有一件，住在我们三分局辖区的一个民众，他就是在家自己喝，然后在八堵隧道那边可能要去上班，就撞得蛮严重的。像类似这种的，会比较大家会比较忽略，因为大家好像疫情期间可能警察不抓酒驾，警察不是不抓酒驾，是可能我们的方式会比较委婉，不会再拿催催棒给你，不会再用比较路检的方式，可能就是我们就用巡逻看你有没有蛇行啊，然后那个形象不定这样子的状况去做取缔。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会忽略第一个，在酒驾就是你在家自己喝，你以为警察不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因为路上的人少车少，所以呢你会觉得啊车这么少，那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注意。这个部分可以又搭配到我们前一阵子那个下雨天的关系，我们前阵子基隆那个过年前后把下雨下好多，所以造成很多那种事故的发生。再加上我们基隆的特性是因为单行道多，就像我们 VCR 刚刚那个状况，单行道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保护石像的问题。那保护石像，像刚刚我们光明路的车祸，它就是因为你汽车过来的时候它是直行箭头绿，但它却左转弯了。那另外那边它是直行箭的，它当然可以直走。这也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个观念，我们的绿灯有分2种，一种是圆形绿，圆形绿就是直走、左转、右转、回转都可以的，叫圆形绿。一种是箭头绿，箭头绿就是你只能往箭头的方向去走，只有箭头直行，只能直行，不能右转也不能左转。
箭头如果左转也只能左转，不能右转跟直行。那如果是远的时候是什么都可以走。那像我们刚刚那个状况就是说，我们的汽车驾驶忽略了这个，他只看到绿，然后他就直走，他只能直走，但他去左转弯了，所以就造成这状况。所以我们在 VR 里面也是呼吁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路上的标志标线跟号志的指示去行驶。那疫情期间路上车会比较少，那它速度也不要太快，因为我们现在各路口都会有一些移动式的测速照相，甚至因为我们科技执法，对疫情的关系，我们在台六有科技执法，然后我们那个市区的仁爱路那边也是因为怕说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装了一个在仁爱路口，就是我们基隆俗称的鬼屋那边，会禁止你左转回转，以前都是靠警察在抓，现在都是机器在抓。这个顺便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说在疫情期间我们会改变我们执法方式，可是警方不会不执法。他不要以为警方好像就不执法来做一些违法的动作，其实罚钱事小，造成车祸事大。对，真的要提醒大家要遵守交通安全。而说到这些事故率，刚刚我们看到我们基隆可能是老人，其实青少年也不少。根据基隆市交通队一整年的交通事故统计，有10000多件，有这么多啊，10000多件，其中18到20岁年轻人就占了7%耶。所以呢，交通队、基隆警察局还有我们的天险工就合办了这个机车驾照考照补助的活动，完全免费。机车考试第一关直线加速，很多人超紧张，但一不小心就得重新来过。还有两段是带转，记得左右摆头。不少满18岁年轻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考驾照，有的人选择自己练习，但现在有专业教练教到你会，就稳定度还不够，控制度还不够，就是常常会跑出去。如果你上过驾训班、教训班的老师教练都会跟你指导说这些事情该怎么做，那道路上的行车安全怎么样规则的，就会让你更汲取就是说在道路上行车的一些交通规则。因为如果自学的话，他可能没办法掌控到油门的细腻度，然后再来就是刹车的运用基本上很容易在外面的时候，因为逞一时之快，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变换车道的时候常常因为没有因注意而未注意，还有就是说所谓的防御驾驶，你要让对方看得到你，你看得到对方这样才会变成说我们在这个教学上场内教学的时候可以运用到外面。因为根据统计，基隆去年交通事故10000多件，18岁到20岁占的比例最高。为了降低事故伤亡率，基隆市警察局与天险工合作举办了机车驾训班考照补助活动，38人全额免费。那大家对交通安全观念越来越重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个趋势，所以我们政府近年也一直在推，只是说它补助的金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那个预期但是我们交通队这次也是特别是要鼓励大家多来上这个课，这个可以降低车祸的发生，所以这次特别感谢天险工愿意全额补助。我们交通队也会视后续的状况来做这个看可不可以扩大。警方举办机车驾训班，鼓励新手透过专业教练来加强自我的防御观念，让大家平安出门也能够平安回家。真的，大家都会很喜欢这一个活动因为真的就是让大家培养交通安全意识，而且还训练孩子们他们的骑车速度跟速率。未来会不会继续开办下去？因为今年真的蛮感谢我们天险工跟那个培德驾训班，还有我们基隆监理站的帮忙。这一次的那个考照活动是蛮顺利的，而且其实大部分人都有拿到驾照。那这个状况的话，因为我们是全额补助，所以一开始其实报名是蛮踊跃的啦。那个驾训班也跟我们讲，如果说大家状况疫情状况还好的话，是蛮建议我们在办，而且也不是驾训班了，民众其实反应还不错，因为不用钱嘛，这个可以省3000多块啊。对。那其实一般反应不错，而且我们还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做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会把今年考到驾照的人，我们去追踪他一年他到底有没有出车祸。那出完车，因为出车祸有的时候不是自己的。可能是别人来撞你，别人的违规，我们来做到时候以后再办的一个状况。但是原则上我们已经有找到一些热心公益团体，他看到这个他觉得其实这个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一般的年轻人现在大部分的家长生的都很少，那一般18到20岁的年轻人会出车祸，就是没有驾照或者刚领到驾照。为什么会出车祸呢？因为就是驾驶的经验不足，那他们的驾照可能都是爸爸妈妈教，
同学教、朋友教，啊，不然就自己学。其实这个不是那么正统，所以我们在想说，其实政府已经有补助了，政府补助好像补1000、1500，但是毕竟不是全额。那我们就想说，其实地方的这热心公益团体还蛮多的，就是在一些聚会的场所，跟他们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请他们可以赞助我们，然后规划一下，他们都很乐意来帮忙。所以我们在这次天险宫帮忙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热心团体，他们说，如果是状况，大家觉得还 OK 的话，我们会再继续支持，会再继续做。其实天险宫也是蛮有兴趣再继续支持我们的啦，这真的还蛮感谢他们。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持续追踪。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有去上过这些课的人，他们的 sense 会比较好，就是说对于一些像青少年最容易犯的，就是过弯不知道怎么过。哦，对，我们在想说我们18、19岁第一次骑摩托车过弯的时候，你要加速、减速，还是要压车？有的人就压车比较帅，就压过去。其实这样才会累残，整个才会很严重。然后过弯怎么过？要不要两段式左转？然后变换车道的时候要看哪边？看哪边？看，有人跟你教，专业的人跟你教，跟你自己去学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速度会跟他讲说，你看哦，如果你是50公尺。50公里，50公里，你的刹车距离是多少？60是多少？70多少？在驾训班里面都会跟你讲，看我们影片看到它的平衡木啊这些东西，你在自己学的时候是学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会蛮建议说，我不见得一定要等到我们有办补助的时候了。如果是真的家里面有这种小孩子，可以去，不一定要去哪一个驾训班，有一个专业人士跟你教导，我相信出车祸的几率会比较少，那个交通安全的观念会比较有。比较避免一些遗憾来发生这样子。是，真的就是要避免车祸发生。可是就很奇怪，有的人就会特别去制造一些车祸案件。我们的交通队有特别准备影片，有三个手法要提醒大家小心这个碰瓷加车祸。看这个，我们这个是在庙前面呢，神明有在看，我们这阿伯啊还是倒下去，当然。姑且不论他是真倒还是想要诈财啦，但是其实这个行为就会让人家怀疑他是在作假。但是后续他们相关的那个单位去做侦办了，可是也是有点扯。行车记录器哈，就在车前面就倒下去。我等下叫警察来。倒下去，你们都遇到这种人，对吧？不过还好，真的行车记录器真的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行车记录器，可能就很就要跪着嘞。那我们这个也是个阿伯啊，走在路上，那我们驾驶很机警。就要到旁边一点。对，这驾驶这个做法真的是对，真的是对的。那避免说大家误会，有点不小心被到碰到。殊不知，我们驾驶往前开的时候，我们这阿贝亚就突然倒下了。我当然不能说他一定是诈财，他有可能是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行车记录器，我相信他家属来一定会认为说是我们这个汽车驾驶去造成他家人。碰到他。对，所以说行车记录器很重要。那这个。接下来这个是有行车记录器都救不了你的，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机车驾驶手，在开车门的时候往右边，而且他你看到手往右边对不对？他摔倒还很有练过这种感觉，完全不会让自己受伤。这个是发生在他县市的一个案子啦，那就是说，我们从第三个案子讲起来，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很标准，而且是当地的那个警察机关有侦办的，就是。假车祸，真诈财的。听说在该县市已经有报案的，都已经有10-20件了。就是他在做什么？民众在开车门的时候，然后他故意，我们刚刚有看到他故意手去碰车门，让那个开车门的民众误以为说是不是我开车门的时候造成你跌倒。对。那后来因为就这民众就怪怪就报案，那报案之后我们去查，有一些善心人士就有提供行车记录器看到。原来他是在人家开车门的时候手去碰到他一下，然后呢，在摔倒的时候慢动作可以，他摔倒的时候他是两只脚先着地，要让自己不那么受伤的状况之下去做的。那这不能说行车记录没用，至少后面的行车记录用。所以这三个影片就跟我们讲，行车记录很重要。第二个，报案很重要。对，因为这个案子会被破获，就是因为他太多次了。对，我。听那个县市的学弟跟我说，好像有13件吧，哇塞，短短一个月就13件，而且更夸张的是被抓到之后继续犯。哦，真的是。对，因为其实现在可能人心不古吧，我不能这样，不太确定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可能是有些人好逸恶劳，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法，而且他们可能懂一点交通规则，知道说哇，开车门的
责任都很大。其实这个影片也可以提醒我们，开车门要小心了。对，就是下车赶快先把车门给关上去。但是行车记录器真的很重要。是，行车记录器也要装。对啊，那因为像上次我就知道，有的人真的是开车故意去制造假车祸，而且他一个月就可以犯下了13件呢，都有统计出来，是不是有这样的？有，我们基隆大概在90几年的时候有发生一起比较离奇的，它是大概快上百件。上百件，对对对，但是不在我们基隆，是我们基隆只有犯了2件，那3件我记得，那我们是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到警政署的系统去查，哎，张三这个身份证字号，哎，怎么有快100件，然后诡异了，集中在很，因为我们警政署系统是可以查询全国的，怎么可能？你说偶尔出1-2件就很多了，然后于是呢，我们就哎，请各县市提供资料，它的碰撞的状况都是一样。都是一模一样的，要不就是干知道，要不就是脚伸出去让人家觉得啊，你怎么压到我的脚？类似都是这一种，就是单方面错的，然后类型都是很一致，而且很集中的发生在一个时间点。譬如说，哎，3月份都在台北市，4月份都在台中市，5月份都在我们基隆，它就是一个移动的这样子。那怎么被破获？就是刚刚我讲的报案，你民众。他想很多人都息事宁人，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13件赚20万，我相信那绝对不是只有13件，那是报案的13件，那没报案的更多。那我们怎么破获它？一定是你报案给我们，我们去捞资料，我们才可以知道。那再加上热心人士或者是本身有提供行车记录器，还是做一些什么记录，才有办法去做后续的侦办。所以我们忽悠女民众，只要出车祸，第一个时间就是报案。那车上一定要装行车影像记录器，避免说有这种假车。我们当然不是都怀疑别人在做假车祸，但是有报案，警察就去做记录。你有行车记录器，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这样子。对，就是记得哦，一定要装行车记录器，而且重点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报案。交给警方来处理就对了，就对自己最好的保障。而除了这个车祸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让人家会很头痛的，就是我们的塞车停车问题。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和平岛车位一位难求，基隆市政府可是绞尽脑汁很努力在解决这一件事情。好消息传回来，就是我们的合一路停车场落成了，不但有全新的车牌辨识系统，还可以用 eTag 智慧停车扣款，重点还可以提供当地民众每季3500元的租用停车优惠，有效提供来基隆观光的朋友以及住在这附近的市民朋友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停车环境。那当然了，基隆市政府我们交通处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改善，就是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他们发出了这个券，我们一块来看看。这是和平岛地区塞车的情况，一到假日只要天气晴朗，大量的游客涌入和平岛公园周边道路就会出现涌塞车潮，甚至会一路回堵到和平桥外，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要返家都得跟着堵车超过半小时，大叹回家好难。平常还好，都一到假日的话，整个和平岛里面的车子全部都塞死了，根本没有办法进出。最夸张哦，从那个路口要进来开车要进来半个小时，短短我看大概这个桥才几百公尺而已。对啊，半个小时。最严重就是塞车啊，假日我们和平岛居民要回来都没有办法回来，只有中正路要到和平岛，最起码要30分钟以上。哦，有了一个钟头，在中正路也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和平岛来，里面都在抱怨，我们里长怎么办？因此在假日执行2阶段交管措施，限制游客车辆进入和平岛地区后，为了避免影响和平岛居民进出，基隆市政府首度发放和平岛居民汽车通行证。在例假日时间，和平岛的假设它的停车场已经满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疏导的一个措施，但是疏导措施在执行上可能会对地方的民众的进出反而造成不方便，所以我们跟相关单位还有和平岛地区的这个里办公处也做过一些讨论，那会把过去的例假日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方式，然后把它制度化。那为了避免对于民众的进出的一个影响，我们就对于民众他的车辆，然后来申请发放所谓的汽车的一个通行证。那为了未来在做管理或疏导的时候，可以有效的一个辨识，然后进行有效的一个管理。这样的做法也获得和平岛居民好评，纷纷前来申请。哦，方便多了，方便很多。因为之前说真的，我一天塞车塞到要回来
拢袂车塞袂入来啊！啊，所以讲今天吼说很有理啊，就有道理，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就是只有居住在这边的那个居民比较适合用到这一张，而且又直接明确的知道我们是当地人才可以出入这样子。对啊，比较方便啊。这个停车场我99年了，就争取到现在了。今天啊才开始发这个通行证，通行证这个假日啊对我们里面啊很有帮助，里面啊都很好，大家都很踊跃来登记这个通行证。交通处方面表示，三月底合一路停车场启用后，已经增加300多个汽车停车位供游客停放，希望纾解和平岛公园停车需求，也呼吁游客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以散策的步行方式轻松体验和平岛的人文风景之美。哇，这一项政策真的获得里民非常大的赞同跟认可，加上和平岛那个停车场启用，让民众更方便，不管是在地的或是外地的都觉得很棒哦，和平岛真的可以来了。我要请教处长，哎，听说这个发的这个通行证非常的踊跃，发了多少张？对，那个刚好借这个机会哈，我们这个通行证上礼拜才开始受理发放哈，那也特别请这个三个里的里办公处直接来当这个里民的服务。那据我了解哈，目前申请非常踊跃，大概已经有1500多张的这个通行证的这个民众的一个申请了。那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和平岛它的观光最近几年非常的夯啊，特别是像我们正滨这个色彩屋或者是阿根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还有我们原来的所谓的海产大街哦，和一路这个海产大街，其实假日的时候人潮会非常的大。那我们过去本来就很想做一些管理，积极的管理的一个方式，但是碍于现场的停车空间毕竟有限啊，那所以我们一直迟迟不敢大幅的去做一个积极性的管理。那现在的话，我们刚好和一路的停车场哦，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实它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空地，那到现在辟成有302席的一个汽车的停车格位，那让我们比较大胆的可以去做积极性的管理跟疏导哦。那刚刚其实影片里面可以看得到，毕竟和平岛它是属于这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地区啦，那所以它的道路的路网是比较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路网哈，那所以说它的进出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单行道的哈。那基本上到和平岛，它的大众运输工具基本上都很方便，它有1579，其实从台北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正滨路口了哈。那其他我们四公车其实走中正路的哦，其实也都很方便哦。那停车场的部分，假设以和平岛公园哦的一个停车位数，基本上在假日上午大概都已经满载了。满了以后，就像影片刚刚所提到的，其实民众就在那边排队等候进入的时候，然后也进不去，然后你车子没熄火的时候，你整个的废气又影响当地的一个居民的一个环境了哦。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借由所谓的把过去的交通管理的方式更为制度化，哦，所以我们大概是分两阶段的部分来做一个考虑，也就是第一阶段的话，其实现在在和二路平移路口的时候，当和平岛公园的停车位已经满的时候，它这边就有移交或者是和平岛公园的这个业者的部分在那边做导引，然后让车辆不要停滞于在区内的这个道路上，然后导引到外围的这个停车场，也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个和一路的300多席的停车场，其实它的容量量其实又增加了很多。那和平岛外面还有8尺门的停车场等等的哈。那第二阶段，假设说里面也都满了哈，那其实车辆其实不宜再进入到和平岛。那过去呢，也曾经执行过在和平桥头这边去做一个比较积极性的管制哈。那积极性的管制之下，就会对地方的民众出入会造成影响。所以说，我们跟地方沟通以后，采通行证的一个方式。那未来这个地方居民他只要把这个通行证摆在这个车窗前面的话，那执行的员警或者是移交同仁看到这个通行证，他就很快速的可以让他 pass 过去。那过去
你就不需要说还要去拿证件啊，证明你是当地的居民等等的，那也会影响整个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效率。所以我们发通行证的目的大概是如此。那我们这一次的通行证也是一次用3年期，不需要每年换，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执行的方式。那对于当地的可能有一些公司行号啊等等之类，我们也是统一由公所这边来核发这个通行证。像里面最大的大概说的是台船，台船，对，台船他们也有跟我们这个反映，他假日基本上还是需要有人上班啊进出，还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也给台船大概一定分量的一个通行证，然后让他也可以利用，所以对地区的居民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那我们也呼吁这个外来的观光客尽量改搭这个大众运输，大众运输这个部分。那所以相关的配套措施其实我们也都有在处理。那我也想说借这个机会，刚刚我有介绍到所谓我们的即时交通资讯网这个平台，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来看。例如说我现在点进去，以和平岛公园它是有一个停车场，对，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它现在的剩余格位是107席，也就是现在这样子107席，那你就知道说到底适不适合开车再来这个地方。那此外呢，我们也为了因应未来的一个管理的机制呢，我们在中正路还有正滨路口各位可以看得到，只要点进去，我看我的监视器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得到我可以直接从远端我就知道我中正路正滨路口的目前的一个交通的状态。那倘若在假日的时候这边有拥塞，其实我从远端我就可以看得到。那警察局这边他也可以看得到。那假设有积极性的管理或管制的时候，都可以借由这个平台，然后得到比较快速的一个资讯。那也就因此，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就是发放了这样的通行证。那希望对和平岛地区的交通在低假日的时候不要造成过去的那么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对，这个平台真的超赞。我刚刚导播就说下雨了，现在外面真的下雨，就天气预报还蛮准，都不用看天气预报，我们直接看即时监控就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这个交通整合即时平台最大的魅力。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智慧科技运用在交通上所解决的问题。那同样呢，带大家来看我们这个智慧科技执法，要来看的是62甲线的区间测速，4月1号起就开始了。车辆行驶在62甲快速道路，一不小心猛踩油门就容易超速。目前的话，这里速限的话，这一段的话速限是60。是不是很容易大家很容易直接踩油门？没有车的话，大部分都会看见没有车驾驶的习惯的话，就是直接踩油门的话再继续往前冲。仔细看，路肩多了告示牌，有区间测速，提醒驾驶人依照限速行驶。62甲线北上路段过去是易肇事路段，货柜车在这个路段经常发生事故。同样在62快速道路，限速是80公里，但因为货柜车、砂石车等大型车多，常因为车速快又为保持安全距离，导致车祸发生事故频传。3年内的伤亡统计，造成1人死亡、62人受伤。我们原本在台62线以及台62甲线都有设置固定式的这个测速照相仪器哦。那因为驾驶人的这个使用习性哦，在这个台62甲线测速照相机刚设立的这第一个月哦，它的取缔的件数是我们这个基隆市的所有的测速照相机的第一名哦。那不过经过这个时间长久之后，驾驶人已经习惯，那经过这个固定感都会减速哦。那另外我们透过这两天的观察，在我们区间测速这个设置完成之后，这两天还是发现每天都有好几百台的这个驾驶有违规的状况哦，所以我们呼吁驾驶人在行经区间测速的路段哦，一定要遵守速限。这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设备的部分哦，这个是利用这个摄影机哦，在这个我们区间测速的起点以及终点哦，按照车辆行驶在这2点之间的时间哦跟距离去换算成它平均行驶的一个速度哦。那以台62线来讲，我们速限是80公里
那台六十二甲线速限只有40公里，哦，所以希望驾驶人在这个行驶这两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基隆市警察局加强科技执法，陆续在六十二线西向11.3K 至6.2K 及台六十二甲线北向2号隧道至东海街出口增设两处的区间测速，违者将处罚3000到6000以下的罚锾。那有关这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设备的部分哦，这个是利用这个摄影机哦，在这个我们区间测速的起点以及终点哦，按照车辆行驶在这两点之间的时间哦跟距离去换算成它平均行驶的一个速度哦。那以台六十二线来讲，我们速限是80公里，那台六十二甲线速限只有40公里哦，所以希望驾驶人在这个行驶这两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遵守速限的规定。两处的区间测速将在4月1号正式执法，但交通队统计每天平均违规件数就高达了600多件，提醒驾驶人注意限速，免得4月1号之后就会收到罚单。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罚单呢？但听说罚单数好像有变少哎，我们要赶快请教职权。这个在我们上个月3月做 test 的时候，那个大概一天是100多件。刚装好已经启用了，然后100多件。那从4月1号开始呢，每天降到20件以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宣导真的是蛮有用，而且我们台六台六甲都是快速道路，每一张罚单都是3000块起跳，好贵哦，不是像我们平面的1200起跳，都是3000起跳。所以呼吁我们驾驶人，它两段，一个是下东海街的最后那1点多公里，另外一个是西向5点多到11点多那边，都有很明显的高速牌，就像我们刚影片说的，它是算你的平均速度，平均，你不要说哎呦，那我就是开很慢的，开很快，平均的速度你自己抓一下这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如果我们影片说台六它这个快速道路这几年的车位是蛮多的，如果没有在做速度管理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事故发生，所以我还是呼吁我们驾驶人依照我们速限来做行驶。是依照速限做行驶真的很重要，警方也在进行的是个防飙车的动作宣导，对不对？基隆市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最近在做防飙的宣导的部分，第一个有做速度管理之外，还有做那个声音的管理。那速度管理的话，就是我们用测速照相嘛，然后移动式测速照相，然后各个重要路口哦，晚上容易飙车的路段去做一些速度管理。第二个，因为很多民众会打电话来说飙车飙车，其实只是因为他改装排气管，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声音管理的部分，就我们配合环保局在做这移动式的声音管理，还有民众针对哪一家机器车改装车厂，他很多人啊，这个比较直接了。对对对对对，我们会在他们店的附近，甚至去他们店做临检的一个动作，来降低第一个他们改车的意愿跟那改车的动机，然后在他门口就抓嘛，然后就很少人会去他们店里面做一个改装的动作。从这两个方面去着手，来降低我们民众对这种速度跟声音的这种抱怨啦。目前我们的做法是朝着，那如果说针对那一些经常性超速的，我们会做个约制，跑到他家去，真的是用查，不要说查户口名，就是关心他，直接跑到他家去就对，就是说去关心他，甚至罚单亲自送到他家嘛，就是说你最近超速60公里喽，你下次真的家里可能是小孩子啦，要注意一下什么的。我们是用关心，并不是说来查户口，就是关心说有可能如果有这个路段不能骑这么快这样子。哇，真的现在警察好贴心啊，很贴心的还不止这样。听说在高龄者的交通安全宣导部分也做足了功夫，听说还跟着游览车一起下去宣导，对不对？是公车啦，公车，对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市区有些公车，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宣导都是去一些老人会所啊，去一些地方都是去的人都是固定的。后来呢，我们去年就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上公车跟公车处讲好，因为上公车是要投钱的，跟公车先讲好说我们去先导一下，就找一段一段人最多的那一段。第一段我们当然是找那个仁路公车循环站那边那一段，那一段到我们会分段嘛，找哪一线你要到中正区、到中山区、到安乐区，每一线都去，对，每区每线都去，然后在车上大概中3到5分钟，因为他每一段下车的时间，我们会找那个下车时间比较长一点的，然后去做宣导，然后在车上顺便会发放我们的那个反光的那个文宣品，反光的一些标志，反光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时间直接送到你们，对，那个时候会去坐车的大部分都是买菜的阿公妈妈，因为已经过了上下班的上课跟上班的时段，希望借由不同的宣导的方式啊，因为
宣导方式增加创新，不然都是固定一些人接受我们的宣导，希望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作为，让大家可以去遵守一下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则，避免车祸的发生。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酒驾的部分，酒驾宣导其实警方非常的严重，因为很多的车祸基本上就是酒驾造成的。酒驾的话，因为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就3月31号开始，我们酒驾新制又开始了。新的以前是5年叫累犯，现在10年叫累犯。10年里面再犯就是累犯。什么叫累犯？就是你第二次罚钱就要罚加九万。第一次我9万，第二次18万，再来再加9万、27万、36万，一直没有上限。累积。那个拒测也是一样，拒测第一次18万，第二次36万，第十次180万，都是没有上限的。然后呢，又怕他再犯，所以呢又叫他们用要装酒精锁。如果你是酒驾再犯，再考到驾照了，没有装酒精锁，是罚6到12万。是。然后呢，又加重说怕你的车再开，我们这次的新制说，你如果酒驾被抓到，扣车牌扣2年。然后同车连坐法，同车的人如果没有去劝导驾驶人的话，要罚6000到15000，而且每个人分开罚哦。是。所以我们这些措施的话，就是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酒驾现在已经变成人民的公敌了嘛，所以我们就呼吁大家，这些其实还有很多新制的。你车主如果坐在车上，又要再加罚3万到12万，很多我有的时候不小心，如果开车，譬如说我开车如果载4个人酒驾的话，可能收到7、8张罚单，那罚单加一下可能10-20万、20-30万以上，看你的那个违规的行为。这些作为都是要呼吁我们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啦，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是只有危害到你。有可能危害到在路上走的人、开车的一些我们驾驶，希望我们藉由这个新法的修正，那我们大家的宣导，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做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所以邀请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来宾，告诉我们这个科技执法，还有我们的科技运用在我们的交通设施里面，让我们民众有更安全、更舒适的行走空间跟人行道的规划，让我们看到基隆真的是会越来越好。感谢两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谢谢。